即马咱要为台南出发，来去平湖的马景。我来这栋大长咧修，这栋实在是足水呢。这栋日本时代的邮编局，伫1925年的8月30日就落成了。其实日本人伫1895年登陆平湖了后，就开始伫这个所在设立了亚前邮编局。这栋拆除了 L 型的空间布置，正面厝顶用切角顶，所以有一个三角形的厝下往后仰。正面用细旧风旧的方式来做伊的基座，但是又叫爱拆做是绿色的，迄是国民党政府来了后才变安尼，伊原来涉水是安尼。看起来应该是红厝遐夹着白色的墙啊。哇！今日注意甲看，遮尔啊侪座的砖墙，安尼这是砖造的结构。另外的横架是木结构。上下拉窗。内底地板本底是木造的，震后则变作是木造的。啊，好佳哉，拄仔咧修理，所以我会当入来详细甲看好清楚，到底是啥物结构，多谢收看。